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翻到呢一个 channel。由于而家系疫情嘅关系，我哋已经好少见到大家嘅朋友或者出街。咁今日我就请咗一位特别嘉宾翻嚟，同大家倾下偈。佢个样好似我，希望大家睇得开心。有请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 Candy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欢迎。多谢。今日我哋就系想介绍，同你倾下偈，睇下你平时系做啲乜嘢。在这个疫情里面，好啊，有什么特别的事做？首先，为什么你戴着耳机？你是不是听歌？我不是听歌。不是听歌。那你是不是戴助听器？不是助听器。那么奇怪，现在的人。是但了，开始了。不如介绍一下你自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ndy， 欢迎收看。其实你是做什么的呢？其实我也是有份小小的 office job 啦。平时就都没什么特别事做的。好啊。请问你今年几多岁呢？今年23岁。23岁，有冇人相信？冇人相信。唔紧要，下一条问题。请问你有冇拍拖？有拍拖。请问你结咗婚未？哦，已经结咗婚啦。你的结婚戒指在哪里？在这里咯。先等等。为什么你的结婚戒指跟我的结婚戒指那么像？有提示。下一条问题。你几多岁结婚呢？28岁。你剛才說你今年23歲，即是未來才結婚。完全不知道他想怎樣。是一條問題。有沒有小朋友？有，我們有個3歲的小朋友女女，好得意的。那跟著就會問了，是不是計劃之內的小朋友？都是的。什么呢？请问一下，有小朋友之后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？最大的难处就是要适应3个人一起生活啦，还有所有东西都可能要顾小朋友先。都开心的。是啊。听了这么多，那有没有最开心的时光呢？梗系有啦，见到小朋友开开心心、健健康康，每日都学好多唔同嘅嘢，越嚟越讲得多嘢，全部都好开心噶，同埋好 sweet 咯，小朋友真系，尤其是女女，我觉得真系谂起都开心。好，啦啦啦，好闷。咁你嚟紧仲会唔会再生小朋友？不会啦，一个就好够啦。咁请问你会不会介绍其他朋友生小朋友？这个问题都要好看看大家想不想生小朋友，或者 ready 未？如果已经 ready， 亦都中意小朋友嘅，咁非常之好开心，答咗好似冇答咁。好啦，最后一条问题。看到你今天这么 colorful， 请问你平时是在哪里买衣服的呢？最近我都是在 Sarah
上網買或者去啲外國網站，譬如 ASOS 啊嗰啲都會買嘅 ，Next 嗰啲都會。好啦，都多謝你今晚喺疫情嘅情況底下抽空出席我哋嘅座談會、interview。我哋下一次再見啦，好啊。Thank you.